两位可以模仿一下你眼中的对方吗？喂，喂，广东话，嘿，嗨。我以前模仿你模仿的很像。你模仿我都是不好的东西，你尽量别再访问你们说。我以前模仿你真的挺像的。因为我们俩太久没见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有点生疏了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我学你的这个东西有点生疏了。不知道他的活力在哪里来的，在现场气氛都是他带的，就是让大家很开心。他就是一个开心果。